我们从来没有缺电，缺电是马英九时代有缺电，现在没有缺电，而且我们现在的备载量都是够的哦，所以没有缺电。所以你刚才讲的不是正确的事实，那你不能用不正确的事实来贴标签。对不起，这个是不公平。院长，我要打断您，你不能够说我刚刚提的数据是不正确的。哎，你讲缺电是不正确的哦。我告诉你，我提的每一个政策，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我们非常严谨的找出资料。请问什么时候缺电？你没有数据哦。可以在这边再做这样的讯息。你只是讲一个老鼠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那不是缺电吗？我相信我。那个高局长辛苦了，谢谢。那个正好时间到，不然我要好的大家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韩院长。我在这边还是要重申哈，我真的不接受院长说我的事实是错误的。谢谢。